卫生部的数据显示，我国截至17号的7天移动平均每日病例为7730起。卫生部在网站上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本地过去6天的冠病病例保持平稳，星期天的7天移动平均每日病例为7730起，比前个星期天的7380起略有增加。